冯一鸣综合报道，去年十月南韩男星金赫洙因交通意外死亡，留下小他17岁的女友李幼英独自伤悲。不过李幼英已经化悲伤为力量，预计在下月再出新作品，回归演艺圈。李幼英跟金祝贺是因为拍摄电影《莉莉芬妮》时假戏真做，两人也在2016年大帮认爱，甚至一度有结婚念头。金祝贺过世之后，李幼英一直怀抱悲伤，常常说还是很想他。现在李幼英重新振作起来，将在4月份再出新片《记住我》复出。故事描述卷入连续犯罪的女教师与已经辞职的刑警联手追踪犯人的故事，同时她也为了时尚杂志 EXQUIERE 拍摄了写真李幼英翻摄自 KPOPSTAR 为金祝贺，左于李幼英翻摄自 TVDAILY。